一出手就有了，教科书一样。就是我这球该怎么打，我就用最实用、最简单的方式，我拿分。没错。周鹏沿底线突进来，好球啊！次呢就得下去坐着了。周鹏接球直接出手，漂亮！哇，还真是啊，好坚决。好球，广东队这个打的真的是就默契了，对吧？以为周鹏过去是做掩护的，没有想到啪一个空切，周鹏站五，周鹏五号位，哎呦，张浩佳四号位，嗯，哦，哎，好球。哎，漂亮的战术啊！这跑的真的是太默契了。这个阵容来讲，就空间拉开了，是吧？哎呀，给进来篮下漏了。哎，这防守三队就又一个，这球差点失误啊！赵睿再来一颗吗？哦，暂停，暂停，哎，要叫暂停了。那广东队这个小哥阵容，他就是打你防守反击，打你其实没有什么战术配合。吴明轩中路突进来，都是再转移啊，全是机会。对，就是看广东队自己如何选择了，对吧？就是这个球两个人没抢到篮板，周鹏中路杀进来，这个球造成了犯规啊。周鹏是看到机会真狠啊，嗯，骑着头又往上上，再给进来，这边周鹏来打，周鹏来顶郭浩文的话呢，他有优势啊。你只要不协防，我低位就吃你。那郭浩文不太会防低位啊，一看还没到这个地步嘛。哇，周鹏自己来，漂亮啊。阿日再转出来，阿日现在机会选择的非常好啊。哎呦，周鹏啊，太稳了。那么还也要称赞阿日啊，周鹏啊，在对上朱莹以前突进来啊，周鹏很知道，然后你什么样的人来防我，我采取什么样的进攻手段，就是稳啊。但是这个防守漏的呀，阿日不急，哎，内线不打，漂亮啊！周鹏今天真的是，对，有阿日说的，真的，周鹏这球当然投的是没话说，但是真的要表扬阿日。现在把张浩佳给换下，哎呦，苏伟，哎，这不好意思，周鹏这个。就到了决胜期了，这个时间啊，这防守千万不能漏人啊！哇，周鹏啊，杀人来了！真的，这个就说你防广东队，特别像关键时刻，像周鹏啊、赵睿这些，你一定要求到人到，是直接要三分呢。这个球打板没有打进，篮板球又是周队拿到两分，再打成。徐杰的进攻篮板，徐中锋又是一个冲抢篮板。嗯。